同步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看，它和它是一块走的。这个动作我们在使用拳法里叫错误动作，只要同步了就是错误动作，它一定不能同步。你看它走它的时候，这个是另外一个，它各走各的。你看，并不是两个一块儿这么走的。所以，但是呢，它既不同步又同步。这个既不同步又同步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它各是干各的，但是呢，都得在同一时间内完成。